来，我们再来听一听哈，圆儿。这一首猝不及防。等一下，猝不及防的意思是？就是我还在组织怎么夸呢。那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哈？没出声，没出声。现在圆儿会抢答了。我不是要问这个问题，圆儿啊，肯定没出生，这是铁定的。如果九二年出生是多大？九二年现在是28。28。哇，这你就应该没出生了。没。我要问的是说你在猝不及防组织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替石头和小春哥稍微担心一下下，因为那个四个人打他们两个人打，哎，他的问题好像是一个坑。对，是一个坑。就是我为什么要组织语言，就是因为我夸需要组织语言，但他们两个人我不需要组织语言就可以夸。哦，漂亮。好，再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。哎呦！对不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